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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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佛道无上誓愿成。好，请放掌。迦帕归悉在里耶，四十二页，第十四。光略明作业方轨，略明就是简略说明啊，这个作业就是修净业的方法，还有它的这个仪轨。仪曰中明念佛作往声音，未知心律作何等解？念佛方轨其状若为疑惑的人说。中明念佛作往声音那么这个净土宗呢说明叫我们念佛念佛作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音那么由念佛而往生那么未知心律作何等解？那么不知道说我们这个心念那么思虑应该要做哪一种见解哪一种理解那么就是说心里面用什么样的思想见解来念佛然后念佛方轨其状若为念佛的这个方法还有仪轨它的相貌是怎么样那么这个是前面对净土疑惑之后呢最后就是说请教这个念佛的方法通曰确行无忌速解玄思思玄摄使修因多须少时确行确就是回头回头去探寻呢无始无际的这个过去呢过去无量劫以来速解思选我们过去无量劫可能都有修但是呢到现在都还没有了生死所以说速解思选思就是运作旋就是旋转我们一直不断的运作一直不断的转动摄使修因多须少时摄使我们过去有修这个念佛学佛的因呢但是多须少时为什么多须少时呢就是多是虚妄的没有真实的因为为什么没有真实呢如果过去修的是真实我们已经在极乐世界了或者是我们已经了生死了可是呢到现在呢都没有那么可见呢过去做的都是虚妄的很少是真实的那么下面说为什么是虚妄的呢下面说但求名利忘记我人广作善缘不为正理沉沦恶趣受苦无穷那么为什么是虚妄呢说因为我们众生虽然有在修道学佛但是但求名利忘记我人求个人的这个名声个人的这个利益好处虚妄执着即就是执着执着这个我相人相有我相人相的分别所以呢这个我们一般经论里面说我就是我痴我见我慢我爱就是有这个根本烦恼我痴认为这个三界这个五蕴呢有我然后呢我痴我见然后我爱我慢我爱就是执着我慢呢就是会自认为胜过他人所以这样子呢我人是非然后广作善缘不为正理那么虽然做很多的善事善缘呢但是呢没有不是为了真正的真理那么真正的真理是无我那么我们做种种的
善事之后如果有所执着啊，有所住啊，或者是有我慢有我相，那么呢这个不就不是正理啊。那么因为我们过去都是有所住啊，像金刚经说无所住行于布施，如果是无所住的话就是住于正理啊，如果是有所得的话就是住于这个我相人相。那么因为我们过去所做的大部分都是有我相，所以说广作善缘不为正理，沉沦恶趣受苦无穷啊，因此呢不断的六道轮回啊，因为做的不是真实，如果是真实的应当要成佛道了啊，应当要了生死了，那么过去生做的不真实，所以一直不断的轮回啊，在三恶道里面啊受苦无穷。那么这个是我们过去的啊，因为他问的是说应该要怎么修啦啊，那么修正确的应该是怎么修呢啊，是还没有讲，但是错误的方法呢我们要检讨啊。祖师就是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以前修那么多都没成功呢，就是因为刚才念的那些啊，就是那些问题。那么如果我们要修正确的呢，应该要把这个错误的啊消除，就不要再犯相同的过失啊。所以刚才啊，就是但求名利，忘记我人，广作善缘，不为正理啊。最后沉沦恶趣，受苦无穷。沉沦恶趣，受苦无穷是果报啊。那么它的因就是但求名利，忘记我人，广作善缘，不为正理啊，就是我相人相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过去的这个问题。现在呢啊，圣祖弥陀留名摄化，果成为佛，时解已经，我等愚痴回贪造恶，虽学佛法现世求名，世事非他恒生傲慢啊，追求衣食日夜劳勤，设有愚公用随恶党啊。下面我们再从刚才说圣祖弥陀，圣祖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圣人教主啊，阿弥陀佛留名摄化，他留步他的名号在十方世界，用阿弥陀佛的名号来摄化啊，摄受教化一切众生，所以叫留名摄化，就是阿弥陀佛用他的名号来摄化一切众生啊。果成为佛，时解已经，这个阿弥陀佛他的果报已经成佛，他现在已经成佛了，那么时解已经，已经经过时解，成佛以来已经经过时解，我等愚痴为贪造恶，虽学佛法现世求名，自是非他恒生傲慢。那么相对来说阿弥陀佛早已经成佛啊，那么既然是成佛，那么他所修的都是真实的，而我们所修的都是虚妄啊。那么现在我等愚痴，我们现在也还是很愚痴，为贪造恶啊，我们都贪着造种种的恶业，虽学佛法现世求名啊，我们虽然呢追求学习佛法，但是我们现在呢这一世呢，我们学习佛法啊，就是为了要求这个名啊，名名呢，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这个名誉啊，名声啊，或者是求人家的赞叹啊，就是都是求名啊。那么有的人说我没有求名呢 啊，但是你不喜欢被人家骂，也是求名啊，就是说动不掉人跟你说你不对，也是求名呢 啊。人家说、哦、你这个不对，这个不好。那么我们众生呢就会生气啊，那也算是求名啦。好，当然 正面的来说啦啊，我们呢有的人求的名就是说哦，我要做会长，我要做团长，我要做什么长，对不对啊？那么那个就是那个是一个比较粗的名啦啊。那么反过来说呢，如果说啊、我觉得我不喜欢被人家批评啊，指责啦、啊，那么也算是名啊，也是名啊。比如说，人家说你啊，你做这样不对，做这样不好，那么我们会起烦恼。
那么这个也是名啊，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都是假名嘛，啊，假名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姓有名啊，可是如果还没有出生以前，我们就没有这个姓，没有这个名啊，对不对？啊，就像世间人就说，如果讲说某某人呢是笨蛋，然后他就说我去告你，因为你毁坏我的名声。可是如果依佛法来说，某某人这个名字也是假的，对不对？我们还可以去户政事务所去改名字，啊，去改名啊，啊，觉得说这个名字不好，我要换一个名字。所以名字是假的嘛，啊，但是我们众生不知道，啊，那么为什么会起烦恼？就是因为不知道那是假名啊。所以人家说某某人是白痴，那么我们就要告他。啊，世间人就是这样啊，就妨碍我的名誉啊。那么所以说，虽学佛法，现世求名啊，有这种的执着啦啊。比较维系来说，求名啊比较粗糙，就是说希望呢啊，我的名声很大啦啊，一直赞叹我自己啊很有修行啦啊，或者是呢我很成功啊。那么在比较维系的话，就是说。对这个名有所执着了啊，不了解它是虚妄，那么这个都是属于现世求名呐啊。虽然学佛法，但是不知道这个凡所有相都是虚妄，一切都是假名啊，假名为我啊，假名为某某人，假名呢啊为什么姓什么名啊？自是非他，恒生傲慢，自己认为是对的。那么否定他人，啊，认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确的，那么认为 他人做的都是不好的，啊，恒生傲慢，啊，会产生这个傲慢，恒就是常常，啊，常常就是认为我做的比别人好，啊，那么呢，他人呢不如我，啊，那么这个就是傲慢。所以这个自是非他呢，就是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啊。然后追求衣食，日夜劳勤，设有愚公，用水二党啊。那么刚才是讲学佛的啊，学佛的人呐，啊，学佛的人求名啊，或是认自是非他，或者是傲慢。然后再来说世间人啊，追求衣食，日夜劳勤。设有愚公，用水二党。那么世间人的话，就是追求衣食，啊，为了要生活，啊，要穿衣吃饭，日夜劳勤，每天每天呢，啊，这样子辛劳，啊，辛勤的去工作赚钱，啊，那么这是世间人呢，啊，啊，所以说有的人说，啊，当然有的人有钱人很臭屁，啊，就是说哦。我只有时间赚钱，我都没有时间花钱，啊，那也是有钱人的臭屁啊，啊，就是说哦，那是我听了人家那个收音机讲的，他说遇到一个有钱人，啊，那个有钱人跟他说哦，我一礼拜啊做几亿个生意呢，我都有钱通赚钱，拢无钱无时间通开钱，啊，就是他的臭屁了，啊，那么就是说他们追求这些，啊，世间人追求这些，啊，所以日夜劳勤，设有愚公，用水二党，啊，就算有剩下的这个功，就是力量啊，就是说啊，追求生活之外，还有一些时间呢，也都是用水二党啊。那么就是随这些这个党跟我们没有人的党一样啊，就是不好的朋友啦啊，跟着不好的朋友啊，剩下有时间的人。的时候呢，就是跟世间人一样嘛，啊，去造业啦。如果是去造业的话，比如说去赌博啦，啊，或者是说喝酒啦，啊，那么这些酒肉朋友，啊，或者是说有这些不好的事情啊，所以用水二党，这是世间人。若也不逢善友，净土岂闻？一旦无常，还归二道，啊，如果世间人没有遇到善知识，啊，这个净土西方极乐世界，啊，哪里能够听到呢？听到说西方有极乐世界呢？一旦无常，还归二道。一旦有生死无常之后呢，
啊，又回到这个恶道去了啊。这个世间呢，就是这样的无常了哈、啊，对不对？前几天不是有一个在台南嘛，对不对？啊，说因为两个男女朋友吵架嘛，对不对？他、啊、开高速公路就给他拉手刹车嘛，对，害死别人，害死后面的人啊。后面有一台计程车跟在后面呢、啊，啊，那紧急刹车，拉手刹车，紧急刹车，后面的人停住之后，但是后面的卡车追撞啊，追撞过来就死掉啊。所以这个世间无常嘛，啊，所以说一旦无常，还归恶道啊。今逢大善之事，共我有缘，叫我思维，舍诸恶行，得闻阿弥陀佛本愿慈悲。十劫以来横流正法啊，那么过去不知道，现在遇到大善之事啊，共我有缘，跟我有缘呢、啊，教我思维啊，思维这个佛法，思维这个极乐世界，舍诸恶行啊，舍离种种这个十恶业啊，杀盗淫妄啊，比如说我们受三皈五戒啊，不杀生，不偷盗啊，不邪淫。乃至不饮酒等等呢、啊，这些呢不好的事情都能够去除。得闻阿弥陀佛本愿慈悲，能够听到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本愿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阿弥陀佛的慈悲。十劫以来横流正法，阿弥陀佛成佛已经十劫，那么这个流布正法。我由障故，今日始闻五内悲伤，特生此恨啊。那么，因为这个障碍的关系，我们过去的这个种种的障碍，今日始闻啊，我们到现在才阿弥陀佛成佛已经十劫，我们现在才听到啊，听到这个极乐世界五内悲伤啊，特生此恨。那么。特生此恨，生起贪行痴身呐、啊，啊，那么我们听到之后觉得很感伤啊，我们过去呢没有努力啊，那么现在觉得很惭愧羞耻呢，羞耻什么呢？生起贪行痴身啊，此恨这个我们常常生起嗔恨心，然后有贪心生起，然后愚痴不明事理啊。那么觉得很惭愧，惭愧这个贪嗔痴啊啊，所以我们拜忏的时候说，往昔所造诸恶业啊，皆有无始贪嗔痴啊。那么会造业都是因为贪嗔痴啊。现在所以觉得惭愧忏悔，但修四业以为，但修四修以为正业啊。那么所以下面呢说要修四种修，作为我们修净业的这个正业。一呢常时修啊，常时间修啊，这个祖师说有四种修。第一个常时修，手从初发心乃至菩提，恒作静音，终无退转。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啊，从初发心啊开始念佛，乃至菩提呢，乃至成佛的菩提啊，恒作静音啊，我们恒常就要修这个静音啊。那么我们观无量寿佛经说，这个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啊，就是过去啊，现在未来三世诸佛通通要修的啊。那么第一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啊，修持善业。就是说说这个世间福，第一个要孝养父母啊，然后孝顺父母了啊。第二个奉事师长啊，要恭敬师长啊。这个受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啊，就是不要杀生，啊，不要杀生，修持善业，啊，修这个，啊，不贪不嗔不痴，啊，不杀盗淫，妄言去两舌恶口，啊，第二个呢，这个受持三皈，具足众戒，
不犯威仪。世间呢要向父母奉事之上，要断恶修善，是世间法。第二个要受持三规，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然后三规五戒，具足众戒呢，就是说我们要学五戒、八关斋戒，乃至这个菩萨戒，不犯威仪，那么没有犯这个佛的这个戒律威仪，那么第三个就是发菩提心，读诵大圣经典，劝进行者，就是要发菩提心，最重要就是发菩提心，然后读诵大圣经典，所以第三个是属于出世间的因，三个因呢，三个因，第一个是世间的因，世间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来世呢，才有办法再做人，才有办法做人。如果不孝父母呢，来世没办法做人，这个经典呢，我们上次才拜这个梁皇忏。说不孝父母的人呢，会堕地狱，不孝父母。那如果我们想要做人，最少要孝顺父母啦，那么所以这个是世间的因，那么修这个受持三规，具足众戒，这个是持戒的因。再来就是发菩提心，读诵大圣经典。所以说常实修就是从最初发心，乃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恒作净因，就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都要修，终无退转，不能退转，这三个，第二个呢，若恭敬修，此复有五，第二个就是恭敬修，有五段，就是要恭敬，一呢，恭敬有缘圣人，为行住坐卧不被西方，剃拓便利不向西方，那么这个是恭敬，西方阿弥陀佛，有缘圣人，就是说我们如果知道这个是圣人，我们就应当要恭敬，那么现在呢，当然就是佛像了，然后就是佛了，所以就是说行住坐卧不被西方，我们不管是行住坐卧，不被对西方了，剃拓便利不向西方，那么吐痰啊，剃就是流鼻涕擤鼻涕的，唾就是吐痰啊，便利就是大小便啊，不向西方，当然这个要知道西方在哪里了，这要知道方向东西南北，那么以前的祖师啊，都有做这样，就是说他们坐着的时候背没有向西方，就是面对西方，坐的时候要向西方，如果是比如说前面说剃拓便利大小便就不能向西方，就要背对西方了，那么这个是代表说他时时刻刻不管在哪里呢，都一直想着有西方啊。主要他的意思就是想着有西方，如果说我们走到哪里也没有管他东西南北，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想那个西方。如果他在想西方的时候呢，他做呢就不对背对西方，那么大小便没有向西方，就表示说他心里面有这个西方，就会想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是第一个，就是恭敬修啦，恭敬修就是对如果没有西方，那就是对着佛像，对着佛像的时候要恭敬。第二个敬有缘相教，有缘的相圣相，教就是教典，要恭敬有缘的相教，为照西方弥陀变相，不能广作，但作一佛二菩萨一等，为照西方弥陀相变，
相变又是变相啊。那么所以说以前呢说做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图啦，或者是西方阿弥陀佛接引图啦，那么这个都叫做西这个相变啊，或者是说变相啊。那么就是说这个佛呢接引的或者是教化众生的种种相，不能广作但作一佛二菩萨一德，就是说我们要照这个佛像啊，做一佛二菩萨也可以啊。教者弥陀经等五色代成自读教他，此之经像安置寺中六十礼忏香花供养特生尊重。就是说教就是经典，经典就是弥陀经的啊，比如说我们是诵弥陀经啊，那么我们这个佛堂佛桌上面有经典啊，我们的佛桌上面有佛宝还有法宝，对不对？还有这个菩萨就是僧宝啊，所以这个佛桌上比如说我们放在佛桌上面啊，那么有我们在念的这部经啊哈，那么弥陀经等五色袋成啊，用五色袋把它装起来啊，这个袋子装起来呢就不会有灰尘啊，比如说我们在佛堂里面放个经典放在那边，久而久之也会有灰尘啊，所以以前的祖师呢就是说用一个啊五色袋啊，或者是呢干净的袋子或者是漂亮的啊庄严的袋子把它装起来啊，那么要读经的时候再拿出来，不读经的时候收起来啊，放在这个佛堂佛桌上面啊，自读叫他自己读诵或者是叫他人读诵，此之经像安置寺中啊，我们这个经典还有这个佛像啊，安置在我们的屋子里面呢，六十礼忏花香供养特生尊重啊，那么我们呢时时呢啊就是把这个佛像经典啊放在这个我们的室内呢，然后六十礼忏啊，六十当然以前的祖师啊是很精进的时候就啊昼三十夜三十啊，叫做昼夜六十啊，那么就是初夜中夜后夜，还有这个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啊，那么主要就是说啊，如果一天二十四小时，一时就是四个小时啊，以印度的算法一个时叫做四个小时，我们现在一时是两个小时啊，这个子丑寅卯的话啊，那它一时是四个小时啊，那么初日分啊，这个乃至到这个后夜啊，六十呢礼忏啊，花香供养特生尊重啊，时时呢来礼忏啊，礼忏花香供养特生尊重啊，特别的尊重啊，那么所以要供养啊，礼拜。第三个敬有缘善知识啊，有缘的善知识，善知识就是能够啊，能够指导我们开导这个佛法的啊。未宣净土教者，若千有旬，十有旬以来，并须敬重亲近供养啊。如果是宣扬这个西方净土的这个教法的人呢，啊，就是跟我们修的一样，我们念佛法门的。若千由旬十由旬以来，啊，由旬是印度的这个算法啊，最少就是四十里啦，四十里叫做由旬，一由旬就是四十里啦，啊，那么千由旬或十由旬以来啊，并须敬重亲近供养啊，表示说我们呢啊，不管多远啊，我们都要恭敬啊，亲近啊，这个有净土教法的人啊，有净土教法的善知识啊啊，表示说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如果这个善知识是
学净土教法、弘传净土教法的，我们都要去亲近啊。别学之者，总起净心，与己不同，但知深净也啊。若生轻慢，得罪无穷，故须总净，即除行障啊。别学之者，就是说他不是学念佛的人，他修别的法门的人啊。那么总起净心啊，我们也要恭敬啊。虽然我们没有去，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啊遇到这个宣讲净土教的善知识，我们要去亲近啊，要去供养啊。啊，如果是学别的呢，我们就恭敬而已啊，总起净心呐 啊，与己不同啊，但知深净也。就是说跟我们修别种不同法门的，我们也一样要恭敬啊。虽然跟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很恭敬啊。那么这两个差别呢，一个是啊，如果教法是一样，就是要恭敬然后要亲近啊。那么教法不一样的，我们恭敬啊，但是他没有叫我们去亲近啊。就是说我们是学净土教的，要去亲近，要去听法啊。那么别的教法虽然不一样，但是我们遇到要恭敬啊啊。但是这里没有讲说要去亲近啊，因为我们如果去亲近的话，我们初学的人呢啊，会知见混乱啊，知见会搞不懂啊。所以只要恭敬就好了啊。若生轻慢，得罪无穷，故须总净，即除行障啊。如果我们轻慢其他的啊学佛的人啊，其他修行法门的人，轻视呢啊，或者是我慢呢，得罪无穷啊，我们得到这个罪过无量无边啊。故须总净，即除行障，所以我们要全部一切的人都恭敬，就是一切的啊善知识呢，不管跟我们修一样法门或修不一样法门的人，我们都要恭敬啊。这样呢，即除行障，行障就是修行的障碍啊，修行的障碍。今天我们要修行啊，希望能够顺利，没有障碍啊。那么因此呢，我们不能够障碍其他修行的人啊，也不能轻视其他修行的人，否则呢，我们自己会有障碍啊。所以这里说，不管修什么法门的，我们都要恭敬，这样子的话能够去除啊这个修行的这个障碍。这是第三个啊，敬这个有缘善知识啊。第四个，敬同缘伴啊，我们要恭敬。啊，刚才说这四个都是恭敬心，第一个就是恭敬圣人啊，第二个恭敬经教啊跟圣像，第三个恭敬善知识啊，第四个恭敬诶同缘伴啊。同缘就是跟我们同修的人啊。为同修业者，自虽障重啊，独业不成，要借良盆方能作行啊。福为救厄，说自虽障重啊，毒业不成，要借良盆呢方能作行。福为救厄，助力相知，同伴善缘，身相保重啊。这是第四个要恭敬同缘的这个伴，伴就是伴侣啦啊。我们说不退菩萨为伴侣啊，伴就是陪伴我们的啊，在我们身边的都是伴啊。那么我们修道的是修道的伴啊，那么在家的是在家的伴，对不对？在家的人就是夫妻啊，或者是父母子女之间呢彼此作伴，或兄弟姐妹大家作伴啊。但是修道呢，修道的伴啊，所以叫做敬同缘伴啊，修道的这个伴侣啊。为同修业者啊，那么什么叫做同缘的伴呢？就是跟我们修一样的
修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一种敬业的人，自虽障重，独业不成，要借良朋，方能作行。我们自己虽然障碍很重，我们自己障碍很重，独业不成，我们靠一个人自己来修行呢，不能够成就。一个人自己修没办法成就，要借良朋方能作行，要有这个好的朋友，好的这个同伴呢，才能够作行，才能够修道，才能够去做。就像以前的这个祖师这个丛林啊，或者是这个道场啊，那么大家住在一起，每个人做不同的工作啊，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彼此分担这个啊，那么才有时间去做，才有时间去修道啊。比如说呢，以前的人在禅堂或念佛堂，那么禅堂念佛堂的人啊，如果还要去煮饭，还要去扫地啊，还要去点香，还要去做其他的种菜，那他就没办法念佛了，所以一定要有人护持啊，有人护持啊，种菜啊，洗这个煮饭啊，扫地啊，清理环境啊，那么这个修道的人他呢才能够修嘛，所以这个同伴呢是互相帮助了哈，所以自追障重，独业不成啊，自己一个人修没办法成就。要借良朋方能作行啊，要有好的朋友啊，善知识，要有好的朋友善知识呢啊，才能够去修行。然后福为救厄，助力相知啊，同伴善缘，身相保重。这个同伴呢，要做什么呢？就是福为救厄。他能够帮助我们的危险，救我们的困难，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修道里面，不管是生活上的或者是修行上的，那么这个同参道友呢，他会帮助我们扶危，就是说我们有危险的时候，他能够救我们生活上面的危险或者是修行上面的危险，那么救厄就是我们的困苦的困难啊，助力相知，它能够帮助我们互相施助，所以同伴善缘呢，身相保重啊，所以我们对于同伴善知识呢，那么应当要恭敬啊，恭敬，所以刚才说恭敬同缘伴呢，就是恭敬跟我们一起修行的人。所以这里说身相保重，大家要互相的保护互相的尊重恭敬那么这是第四个同缘善知识也就是说呢，大家一起来学佛同修，大家互相帮忙，互相恭敬互相照顾，互相保护不要说认为说自己这个 不需要别人帮助因为世间无常嘛那么我们现在能够帮助众生，将来跟众生呢结善缘那么大家呢互相帮助所以要恭敬这个同缘善知识但是我们这个众生呢就是说这里说祖师说要恭敬心恭敬心那么像我们世间人父母子女夫妻因为大家相处久了就比较没有恭敬心就会觉得说说话呢就不是很客气或是很直接直截了当的指责啦、批评啦或者是要求啦所以会产生烦恼那么这个是世间的伴夫妻兄弟姐妹作伴，那么都会有这种烦恼那么所以这个祖师说，我们也是一样，现在呢是修道的伴，大家要用恭敬心
大家互相恭敬，互相尊重，不要学这个世间，世间的习惯，比如说兄弟姐妹夫妻啊，就是画来画去，美来美去啊，吵吵闹闹，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是修道的伴，就不能用那个习惯了，要用恭敬心，不管什么样，就是要恭敬，不能说觉得这个轻视别人，或者是没有礼貌，所以这个是恭敬，所以说身相保重，因为如果没有互相恭敬呢，大家会起烦恼，就是说你为什么对我没有礼貌，为什么不恭敬我，这样就会有烦恼。第五个呢，敬三宝，同体别相并合身敬，不能聚入，唯潜行者不果一修。第五个要恭敬三宝，那么三宝有同体别相，同体三宝，别相三宝，并合身敬都要恭敬，那么不能记录，没办法在这边完全的这个记录下来，没有办法抄录下来。唯潜行者不果依修，因为呢修行比较浅的人没办法依照这个来修，没办法修，所以同体也跟别相就没有说，那么同体就是说，别相就是说，佛宝是佛宝，法宝是法宝，僧宝是僧宝，对不对？那么佛不是法，法不是僧，所以叫做别相，比如说像世间人就说，哦，这个是要做佛像的，这个是要做经典的，这个是要供养法师的，就要分清楚啊，所以叫做别相。别相就是佛不是法，法不是身，所以如果要做佛像就不能印经典，如果要印经典不能拿来给法师供养，所以这个叫做别相三宝，因为佛跟法跟身不一样。那么什么叫同体三宝呢？佛就是法，法就是身，佛法身三宝都是同体的，同体叫做同体的三宝。那么什么叫同体的三宝呢？就像上次有人问啊，这个仰德禅寺大殿后面有三个狮子啊，一个觉，一个正，一个静啊，一个觉正静，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面对阿弥陀佛的那个墙壁上面有三个木雕的狮子，一个写觉，一个写正，一个写静，那么那个是六祖坛经里面说的，说呢什么叫做法宝？法宝就是觉。就是觉，觉悟的觉，什么叫做佛宝就是觉，法宝就是正，僧宝就是净，那么这个呢，依照六祖大师的意思，就是说，那么觉，不管是觉还是正还是净呢，都是讲我们的心呐，一体三宝，同体三宝就是自性三宝了，自性三宝。就是同体呢，我们刚才说别相就是佛不是法，法不是身，要分开了。现在呢，同体就是说自性三宝，自性的觉呢叫做佛宝，自性的正呢，正就是真呢，就是法宝，自性的清净呢就是僧宝。不管佛宝、法宝、僧宝，都不理自性，都不理自心，所以这个自心叫做同体的三宝。那么自心的觉、自心的正、自心的净，都是不离自心，不管说是觉悟，或者是正，这个法的真正真实的道理，或者是生的清净，这个佛法生呢都是讲自性，自归于佛，所以我们说自归于佛，当愿众生，自归于法，自归于僧，那么像以前的像广净老和尚说，自归于佛就是归于自己啦，归自己的佛就是觉，归自己的法就是正，归自己的僧就是净。所以呢，归三自性三宝就是归于自性，归自性就是我们的自心啦，
那么这个叫做同体啦，啊，同体就是说，不管是佛宝、法宝、身宝啊，都是讲自己啦，啊，像以前的祖师说，佛呢就是觉，所以我们什么叫做皈依佛，就是常常有觉悟，就是皈依佛，啊，所以有的祖师就是说，不是说你一直在那边拜那个佛像，那个是佛，自信的觉就是佛，啊，那么这个是讲自信的这个三宝，啊。所以这里说有同体别相，同体别相就是说，别相就是外面的佛当然是佛，啊，外面的法是法，外面的身是身，我们要恭敬。还有我们自信的三宝就是同体，同体就是说，什么叫做皈依佛？自皈依佛就是皈依觉，常常觉悟啦，啊，不是说啊，像祖师说，不是说看到佛的白，那叫做皈依佛，是常常有觉悟，啊。啊，什么叫做皈依法？皈依法不是说啊，你在那边读经啊、念佛啊，就是皈依法。皈依法是说时时刻刻我们这个心里面有真理，叫做皈依法。那么什么叫真理？我们最简单就是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对不对？五蕴皆空就是真理啊！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是故空中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嘛，是啊，或者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这个都是属于法。如果我们在虽然有在诵经，然后在念佛，但是心里面啊都没办法不增不减，不生不灭啊，不垢不净啊，那么就没有皈依法。所以有的祖师就是说，皈依法就是说，我们虽然不是只有在诵经，我们还心里面常常。啊，能够照见五蕴皆空，然后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是皈依法。那么皈依身呢，就是皈依呢自心的清净，菩提自性本来清净啊，保持呢我们的清净心啊。那么这个叫做同体三宝，简单，同体就是同一个体啦，啊，别相就个别的相貌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同体的三宝就是自性的三宝，别相的三宝啊，或者是化相的三宝啊。那么佛宝就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啊，啊，药师琉璃光如来啊，啊。那么法宝就是什么经都是《华严经》《法华经》啊，啊，身宝就是凡夫身、圣身啊，啊。那么病和身净这两个都要恭敬。就是我们恭敬自性的三宝，也要恭敬别相的三宝啊。所以这个窥寂大师意思就是说，两个都要恭敬的。有的人说只恭敬自性的三宝，没有恭敬那个别相的三宝，就是说，比如说有的人呢，啊，一说话都是哦，一切东西主行，然后对外面的佛像啊、经典没有恭敬。好，那么这个就是他只有恭敬自性的同体三宝，没有恭敬外相的别相三宝。好，那么或者是有的人觉得说啊，这个佛宝、法宝、三宝、身宝他没有恭敬。那么有的人是只会恭敬 外面的佛宝、法宝、身宝，不知道自性的佛宝、法宝、三宝。啊，那么这个呢，窥寂大师说两个都要，啊，两个都要。所以就是病和身净全部都应当要恭敬，不能偏执啊。偏执就是说，有的人认为，有的人当然啊，会批评说啊，你们都不懂自信，只会呢在那边拜佛诵经啊，那么供养人家啊，那么这个是批评啊啊。那么这是了解别相，不了解同体。那么有的人是了解同体，想他知道同体，但是他不恭敬别相，哦，他见佛不拜，因为我自性就是佛，拜什么佛？自性就是佛，还念什么佛？好，哦，那么这个他只恭敬自性的同体啊，哦，那么可是呢，窥寂大师说这两个都要恭敬啊，啊，哦，两个都应该恭敬啊，哦，那么不能具入，好，哦，没办法在这边说。唯浅行者不果一修啊，因为修行比较浅的没有办法依这个来修啊。那么住持三宝啊，
以下呢，这个我们下次再说。好，我们今天说到这边。